我跟你讲，真两位施主，你这个杀去边啊，我惊伊脑充血了哈。咱来请这蔡秋凤特殊的歌声，是的，应该是代表性的歌曲，《金包银》OK。OK， 好来，播下去了，《金包银》。这首歌好听了吼，真侪这个啊，比如讲咱较歹名人的代表性的歌曲，我感觉这个歌有鼓励作用。对，感谢秋芳带来这首歌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一直在唱《金包银》，没有，我母娘跟你说什么？我心里一直惊，讲伊把我出来，你把我变叫，我都爱你个舅舅诶。可丽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好姐妹，对对对，你有个舅吼，我有个舅。等我电话安嘞，我即马来伫外口，我唔免唱歌。